好健康，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健康生活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冠。讲到健康，我们常常说番茄红了医生的脸就绿了。这个季节哦，在台湾本地大小番茄、玉女、圣女，各式各样不同品种的番茄哦，都是日常最常看到的这一个水果。那不管是单吃或者入菜或者入料理哦，事实上哦，番茄里头都富含着抗氧化跟抗癌的相当多的营养素，而且番茄的热量低哦，这一个茄红素哦，事实上对现代人来讲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素。那怎么样健康生活来用各式各样的番茄呢？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到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好，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有六个好朋友。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洪宏祥医生。林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再来是嘉义科的医生好朋友王建宇医生。大家好。再来是肝胆肠胃的专科医生好朋友杨子伟医生。林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再来是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李玉嘉医生。大家好。再来是我们的健康好朋友谭敦慈老师，大家好。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阿芳老师，大家好。好，问一下洪医师哦，番茄其实在台湾本地哦，大小品种都有。那这个季节哦，像这个有些人像我手上这个玉女的薄皮的当水果吃，很好吃。那传统上哦，大颗的牛番茄哦，是很多番茄料理当中常常使用的。番茄事实上哦，营养素跟水分哦，还有这个膳食纤维都很丰富。全世界各地的那些癌症医学会他们开出来的那些抗癌的食物，番茄一定是前三名的。那大家知道，其实我就先举一个案例，那我曾经有一个7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患，他女儿认识我，他有一天他就带他爸爸 来看我，那他说，那他们有7个小孩都住在外面，然后他这次回去发现他爸爸不大对劲，因为他爸爸很容易流口水，而且吞东西好像觉得说一直有异物的感觉，一直要咳痰，一直要咳痰。那他在观察他爸爸，好像最近就人就是很没精神。那他爸爸的生活，一个人住在台北，大概生活是怎样？他大部分都是很，因为他没读什么书，所以大概看电视，然后会喝一点小米酒，会抽烟。他喝酒要配菜，他要配什么？他都会炖一个菜汤。那个菜汤哈，他一个人喝不完，那他会把它在加热，在明天继续喝，而且他很喜欢喝那个很烫很烫的那个菜汤。那这样子，我听完他这样描述，我就觉得不大对劲哈。这个其实，那后来就赶快请他去挂那个肠胃科。那肠胃科一看，果然是那个食道癌，而且他算蛮幸运的。其实食道癌在早期都没什么症状，发现的时候其实有一半以上几乎都是第三期跟第四期，他算蛮早期的，还可以开刀。他第一期哈，其实5年存活率大概有70%。那他的一般外科医师就跟他讲说，那个他很担心，他照他原来的那种生活习惯，他有几个危险因子，就是我讲，他喜欢喝热汤，喜欢喝酒，然后他又喜欢喝隔夜的菜，那个叫亚硝胺，这些全部都是大肠癌的。他说，你如果再重很，很可能会再复发，那就叫他戒掉这些东西。那他来找我门诊是问我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抗癌的食物？那我跟他讲什么葱姜蒜啊什么，可是他不喜欢葱姜蒜，我说不然你就番茄。他后来就真的是天天吃番茄，到现在5年过去了，其实都没有再复发。所以这个我们讲说，番茄其实是一个非常好吃。我们讲葱姜蒜，有时候大家怕那个辛辣的那些呛的味道，可以考虑番茄。番茄为什么有防癌的成分？大家第一名的成分应该是它的茄红素啦。其实茄红素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植化素，一个抗氧化剂，它可以消灭一些自由基。大家知道我们的所有的癌症都是一个慢性发炎导致的，所以茄红素，还有一个我们讲维生素 C。维生素 C 它会增加我们胶原蛋白的合成，对一些黏膜的修复。你知道我们从嘴巴、食道到胃里面很多那个黏膜一慢性发炎之后，就会产生一些癌病变，所以维生素 C 可以造成我们的那黏膜的一个修补。还有我们讲苹果酸跟柠檬酸，这两个东西会增加我们一些葡萄糖跟一些脂肪的一个代谢，那这个是会增加我们很多的一些废物的一个代谢。那维生素 P 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类黄酮，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抗氧化剂。那钾离子跟我们的酸碱平衡啊，跟我们血压平衡这些都有关系，所以番茄的成分其实还有，当然还有它的膳食纤维等等，这个都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吃番茄。那问一下这个王医师哦，茄红素的好处是相当的多。刚才其实洪医师也提到说，其实番茄里面的东西很多了。
那茄红素最主要它是一个抗氧化防癌防自由基啦。那其实现代人其实任何的癌症的病变，它都跟所谓的我们接触很多有害物质，产生身体很多自由基有关。那基本上其实这些自由基也会摧毁我们血管，造成一些心血管疾病。所以基本上其实茄红素基本上在这三面，前面三个抗氧化、防癌、防止自由基、预防心血管疾病是最大的帮助。那大家觉得说，那番茄里面为什么可以防止骨质疏松呢？其实大家有个概念哦，我们骨头里面要有骨小梁，骨小梁我一般给大家一个比喻是，它必须先有钢筋，旁边再有水泥上去，你这个整个骨头才会比较坚固。它骨小梁最主要需要什么？胶原蛋白，所以说很多人你本身补充维他命 C 可以促进胶原蛋白产生，那你的骨小梁的基础的钢筋有了之后，你的钙能够堆积在上面去。那这边举个例子哦，其实在我的门诊当中遇到很多人来做那种骨密的检查，其实现在大家都有概念，如果你是40岁左右，尤其是比较瘦小的女生，你一定要开始就做骨密的检查。那有些很多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是骨架就瘦瘦的，那开始生完小孩之后都会担心说是有骨质疏松，他一做的话就会发现他真的已经开始到-1.8、-1.9，那基本上其实还没有到达所谓-2.4，那他就开始想说他去做一些防止骨质疏松，多吃一些钙片。可是那样女生哦，有个习惯是他们都觉得很怕晒太阳。但是当你不晒太阳，虽然你吃了钙片之后，你本身的消化吸收其实都很差，所以他可能过了5年再来做。一样变-2.2，那时候我们跟他讲说，如果你要开始可以的话，你要补充钙片以外，补充活性的维生素 D3，多吃这些有胶原蛋白的东西，再去做的话，其实他就要开始适当的晒太阳，适度的运动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他隔2年、3年回来追踪，他就可以从-2.2可以回到-2.1、2.0左右，就告诉他这个观念说，其实我们都希望食物中有很多好处，但是还有包括你的一些行为习惯。如果你这些行为习惯不能够加进去的话，其实很多事情你不能够达到一些更好的地方。那问一下这个杨医师哦，刚刚讲哦，番茄是十大抗癌的好食材的这一个选择之一。那抗癌实际上对于尤其是消化道器官相关的癌症，比方说胃癌的这一个降低罹患的风险哦，番茄事实上是有贡献的。其实我们讲消化道的癌症啊，它其实跟吃最有关系。这我们叫病从口入啊，吃什么东西都非常有关系。那我举一个例子哈，我有一个病患朋友，他是30多岁的上班族哈，那因为平常很紧绷哈，他吃便当非常快，外食族，他可能5分钟、10分钟就可以把一个便当嗑掉哈。那平常在外面他也不容易去取得一些蔬菜水果了哈，虽然现在超商有时候会有，但是他也没有那个懒得去吃啊哈。那他来看我的时候，他主要是说他的肚子这样肚肚啦，闷闷的，没有痛哦，不是痛哦，闷闷的。但是跟他讨论完，其实他在外面已经看很久了，那来我就直接帮他做一个胃镜。那胃镜做下去看到是一个很大很深的一个溃疡，那这个溃疡它的位置不太一样，一般我们讲溃疡位置大部分是集中在所谓的幽门处，那是一个大大的单一颗，多颗的时候我们会怀疑这个可能是一些比如说吃药物引起的溃疡。那这个溃疡是在所谓的体部，胃的体部，我们帮他做一个切片，后来这个确诊是一个胃癌。那我再帮他做下一步，就是所谓的电脑断层，帮他分析，哇糟糕，这个已经有所谓的淋巴转移，这个第三期。那他的生活习惯会影响到他这个癌症的产生。我们吃东西，我有一个肿瘤科老师，他非常的有智慧，他怎么去教导他的癌症的朋友怎么样去用饮食来抗癌。他只做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食物是从土里面种出来的，这个是最好的，而且它是越多颜色越多种类越好。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番茄是它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食物。其实从10年前开始，很多 国外的这一些的所谓的回归的文献，它告诉我们茄红素这个东西，它除了胃癌不止哦，大肠癌、胰脏癌，很多消化道的肿瘤它都有一个预防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我们谭老师就要分享哦，这个谭老师也是家常料理里头常常加入番茄的。是，你有的时候上次还分享过那个番茄那个意大利的那一种番茄干的风味，对不对？ 对。所以有些时候像这个季节盛产，大小的番茄都是你常常食用的家常的食材。是，但是我会买越不甜的番茄越多。好，那其实这就有差，市面上现在甜度最高的可能是我手上这种玉女番茄，是，而且这种要号称薄皮的最甜。对对，但我比较少买那个，我买的都是这一种，或者是牛番茄，或者是这一种
哦，这种一看就知道很不甜的样子。其实我觉得它很好吃哎，我大概是买的比较不甜的。对，像这两颗同样是老师常常入菜的，对，红色这是牛番茄，是，那这个是欧吉亚，对对。那我们买的时候，我会买这个蒂头存在的，我不会买那种把蒂头去掉的，因为它这也是一个比较保护它自己的，那也可以判断是否新鲜。那你要洗之前把它摘下，你看像这个就很新鲜，那就放到水里去，用这个厨房纸巾，那就把它洗一洗，就是这样子。哦，你会这样子洗？对对对，因为那如果小番茄也是一样吗？小番茄的话，其实我会拿几个下来，有没有？然后假设我们以这个来讲，这个也是你买的时候会有蒂头，对，然后我们要洗的时候才去掉。好，那我就会在下面铺一个厨房纸巾，然后上面呢就把这个放下来，然后就把它放在上面，然后蒂头去掉，对，然后放在上面，对，然后上面呢再放一个纸巾，然后呢你就是。在比较浅的水，不要这么多的水，然后就是这样子的摩擦它，这样子搓洗呀、对，这样搓，这样子很干净，这样子你就是都有搓到。其实如果它水盆更小一点，水更少，你就这样搓，好，搓一搓呢，就皮都很干净，然后再用水清个一两次就可以了。好，事实上你是带皮吃的，对，这个都带皮吃，对。除非入料理的时候，其实入料理我也很少去皮，但有时候为了口感，我还是会去一下皮。对。好，那谭老师今天就分享哦，这个健康番茄的酸鱼汤，这个也是家庭主妇非常推荐给大家跟着学的。今天准备两种番茄，我们看一下这一碗，这一碗是欧吉亚直接把它番茄洗干净，然后切碎。对，还有一点点的牛番茄在下面，然后另外这个呢是最后的一个搭配。好，但是我们的鱼要先腌一下，用一点蛋白，好，就是一个左右的蛋白。我们这是什么鱼片？我今天用的是海蛎。好，对，然后呢一些那个米酒，然后呢这个是一点点太白粉。好，就是简单的米酒、蛋白、太白粉，对，黑胡椒，这个是白胡椒，好吧，白胡椒，一点点白胡椒，然后呢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盐进去，少量的盐，对，不用太多，然后我们就把它拌匀就好了。所以太白粉会扮演那个保护的功能，这样子。然后蛋白呢也是，就让它稍微有点形成那个一个保护膜，那这样甜味比较不容易流失。我其实也用过鲑鱼，用过那个鲈鱼，还有鲷鱼，对，都可以，随便你就是取得容易就好了。好，老师今天要分享的是番茄酸鱼汤哦，所以它的酸会来自于天然的番茄酸香。是，还有一点我今天用了一点那个我们西餐在用的这个酸黄瓜。我们看看哦，这个是像有时候德国猪脚或者意大利料理啊，对，就会有这种酸黄瓜，对，还有一些人会用那个酸黄瓜酱，对不对？对对，但是我就是用一般的，然后把它就是这样的条瓜把它切成小的，把它切碎，对。那所以它的酸度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酸黄瓜，另外一个是番茄，是，对。老师刚刚拌炒的是蒜末，对，然后现在是酸黄瓜哦，把它这个炒香。对，那请问一下，如果没有酸黄瓜，还可以用什么替代？其实你也可以不要加酸黄瓜，我是让它有那个酸度。好，那你其实呢，这个番茄也够酸的，你可以最后加一点点的醋，其实也可以的。也可以，对。然后我们而且太酸可能家里也不讨好。对，那为什么甜的番茄受欢迎？很多小孩子吃水果都要有甜度。是。好，现在这个时候就去炒番茄。对，我们让它炒得有点点糊化之后，再放别的菜。好，你这个番茄丁其实是欧吉亚切了一部分，然后牛番茄也切一部分。是。传统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意大利的红酱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对对。那但是台湾本地的欧吉亚其实反而那个酸甜的那个味蕾的层次比较有差异。对，我比较喜欢这种台湾本土的，因为它的那种酸味我觉得比较好吃。好，那这个唐老师炒了一下那个黄帝豆，然后我们现在加一点热水进来，让它稍微。所以你的番茄鱼汤事实上也会加很多蔬菜。对，因为我都希望就是能够借这种时候就让小孩子都吃进去很多的蔬菜。好，对，所以感觉现在是一个蔬菜汤的基底。是，然后我们这时候呢就可以把一些青菜也放进来。我们的玉米笋可以放进来，然后有一些甜椒。好，这个刚刚我还误以为是黄色的番茄，其实是谭老师把那个甜椒、黄椒哦，这个切丁，那一样让它增加膳食纤维。是，然后我们的这个
另外这种的番茄我们也下来了，就小颗的番茄也可以下来烹调。血管会堵塞哈，都是内皮细胞的一个慢性发炎。要预防它发炎的话，其实茄红素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抗氧化剂。那番茄因为它在生吃的过程中，它是属于性寒的，可以矫正它这个燥热的体质。对，然后我们就把它盖起来，等它熟了，我们就加鱼片就好了。那等它熟的同时，我再请教一下王医师，基本上茄红素如果像谭老师这样炒啊，或者加热啊，事实上是会增加它的吸收率。其实番茄哦，它有两个东西，它真的很有趣哦。第二，它还有维生素 C， 它还有茄红素。那可问题是在维生素 C 这个东西，它不耐高温。它如果你高温超过60度的话，它维生素的活性会慢慢减低。如果说你去把它煮过之后呢，它的维生素会减少，但相对啊，它的茄红素溶脂在油脂里面当中，你的吸收会比较大。所以说，其实番茄它是个好东西啦。其实，在我们在吃食物当中，有一些食物会跟我们的药做一些交互作用。那这边还提醒大家，其实最比较要注意的是什么？葡萄柚。只要你本身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或者你在吃一些免疫抑制剂的话，我特别强调说，其实葡萄柚这个水果，其实跟很多药物、跟降血脂的药、跟高血压药、跟那些所谓的那个头孢菌素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告诉大家，其实番茄是基本上是都是很好的。那其实其他水果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像这个季节，柳丁啊，还有柑橘啊，有没有这一个风险呢？基本上它是属于同一类，但是基本上它的风险就都比较低，因为基本上我们的研究的话是对葡萄柚的影响真的是比较大。就葡萄柚浓度影响阿司匹林之类的药物，应该说对一些所谓高血压的药物，一些所谓降血脂的药物，甚至一些免疫的一些抑制剂，像那个环孢磷素的话，都会受影响。因为这个其实真的比较特殊。那其实，在台湾你要吃到葡萄柚的机会其实不是那么的大。那你一般的其实柚子，我们的中秋节的柚子，跟葡萄柚基本上是算接近的。那一般柑橘类的话，其实基本上影响就不是那么大。好，柑橘类的影响比较小，因为这个季节还常常很多，其实传统市场、菜市场都看得到是柑橘类的这一个水果。好，同时间我们谭老师的番茄汤底哦，其实也沸腾了。对，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鱼片放下去。而且这个食材基本上也是熟得快的。对，这些都很快，而且这个鱼小孩子也蛮容易吃的，因为它刺都去掉了。对，哎，老师，你的鱼片是买那种低温急速冷冻的吗？是，那我今天这个鱼是请他先帮我片下来，因为呢，我没有那么超高的技术会片这个。现在好像连石目鱼也有这样的，就是去刺，然后把鱼片片好嘛。是很多这样。那我们这里面的调味料，所以你挑的时候就是挑急速冷冻的，那这个鱼片帮你片好，那变成你如果是职业妇女的话，其实你会方便很多。真的，就是你不用在那边，而且这样子的话，你的头可以去做别的处理，然后它解冻也快，因为它是薄片。对，好，然后我们就只要盖上锅盖，等一下再滚的时候鱼就熟了，然后就可以吃了。好，我们的鱼汤煮好，我们就来试吃哦。我觉得每次谭老师他会利用一些天然的，像一些番茄啊，一些水果的一些酸味。它这个酸哈，我觉得微酸，它加了很多那个不管玉米笋啊，还有蔬菜，还有那些黄帝豆之类的哈，刚刚好，就酸酸甜甜的感觉哈。那加上它的主角叫鱼肉，它的鱼片哈，这样加上去，其实整个味道是非常赞的哈。大家可以多学谭老师做这道料理。我们一直在讲说那个番茄哈，我刚刚讲到可以预防癌症。事实上哈，对于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哈，番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食材。其实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哈，他们有统计过40000个女孩子，那去统计说他们一个礼拜有吃多少的那个番茄，只要超过一个礼拜吃超过7次的哈，他们发现他们那些周状动脉硬化啊，什么心血管疾病可以降低大概30%。临床上曾碰过一个案例，一个55岁的国中校长，他那时候一次在主持那个学校的会议的时候，就突然晕眩，然后心悸，然后就被送到急诊。那后来一查，两条血管堵塞，那就放了2根支架。那放完之后，他当然他就提早退休了，他觉得生命要紧哈。那提早退休之后，他当然他想说，我要怎么养生？他有糖尿病，糖尿病一般人得到那个心血管疾病，他一般人的3到5倍那个几率，所以他们很担心会再复发。那他的好朋友都会介绍他吃什么辅酶 Q 死啊、茄红素啊，很多那些健康食品。可是他有概念，他想说，我与其吃这些，倒不如来吃一些新鲜的一些食物。那又来门诊问我，那我就说，其实那个茄红素是真的是不错的一个抗氧化剂。其实我们知道很多那个周状动脉硬化、血管会堵塞
都是内皮细胞的一个慢性发炎，好，那就开始产生粥状动脉硬化。所以你要要预防它发炎的话，其实茄红素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抗氧化剂。那我建议它可以吃番茄，其实很多植物都有一些植化素都可以抗发炎，可是水果类的番茄是真的比较不甜，所以我建议他每天其实可以请他老婆准备个那个玉那个叫做圣女番茄或什么，就小小的一碗，一天吃一碗。到目前为止也是五年过去，其实都没有再发，所以任何粥状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也可多摄取番茄，那个效果非常好。那中医怎么看？对，我这边也是有一个心血管的案例，就是我有一个35岁的男性的患者，那他也是因为家族性的关系，所以他大概30岁的时候就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然后又心肌梗塞的那个病史了。然后他来门诊的时候呢，他是希望说，因为他医生也建议他说，他可以减重了，他的血脂才可以获得控制。那我也是建议他说，你可以多吃番茄。不过中医来讲，看那个番茄的话，因为它的色赤是入心的，就是它颜色是红色的，跟我们心脏是相对应。那跟心脏的心主血脉的这个刚好是相呼应的，这个血脉也是跟血管循环系统有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是容易舌头破。那以中医来讲的话，舌开心开窍于舌啦，它是属于燥热的体质嘛，所以它也经常舌头破。那番茄因为它在生吃的过程中它是属于性寒的，刚好可以矫正它这个燥热的体质。那刚好也跟西医讲到了说，它抗氧化、抗发炎啊，还有保护心血管，这个是有相呼应的。那番茄也是糖尿病患哦少数可以吃的水果之一。其实每次糖尿病的病人会问医生说，医生，糖尿病的病人可不可以吃水果？我们都只有一句话，定时定量。可是病人一听到定时定量的意思是说，那我到底是要吃多少？我说你就是习惯，你一天5蔬果、7蔬果、9蔬果，不管的话你就是固定定量吃。可是每次糖尿病的病人每隔3个月回来做抽血，我们都在跟病人做叠对叠。举个例子，我手上最有几个病人，他3个月之前抽血糖化血色素很好，问他你都吃什么，他说他定时定量吃水果，结果过了3个月之后一回来，糖化血色素从 6.8 飙到 7.4。 就说你最近又吃什么？我一样吃蔬菜水果。然后你怎么吃水果？那以前番茄本来一天只吃一碗，一餐吃一碗，现在呢一餐吃2碗，中间再又端一碗，也就是说他的饮食不变的情况下，他的番茄多吃了。再过来刚才问了谭老师说，其实现在要买到不甜的番茄很难，而且我们小时候的番茄带酸，对，而且那种咬起来有种刷刷的感觉，现在好像都吃不到。那现在的番茄呢，小颗又甜，所以病人不知不觉就吃很多。对，所以当病人这种甜的水果吃多的时候，我都跟病人讲，甜的水果可以吃，你要减量吃。甜的水果一吃多之后，不止血糖飙高，糖化血色素飙高，三酸甘油脂也飙高，所以你就问他，对，你就问病人说，你是不是吃了甜的水果啊？医生，你哪弄灾？那你看最近盛产什么就吃什么。所以说，最近什么柿子、甜柿有很多，而且甜柿超便宜。所以说很多病人他每隔2-3个月过来抽血，一破功会破在哪里？甜的水果上面。那所以说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我以前都跟病人讲，什么叫做不甜的水果？便宜的水果都不甜。刚才谭老师告诉我，现在要找不甜的水果反而比较贵。那我问你，有很多观众朋友以为他吃的太油腻才会三酸甘油脂偏高，事实上甜的水果也是个大地雷哦。对，其实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去抽血的时候，胆固醇高，低密度胆固醇高，跟你属于脂肪油脂类的摄取比较多有关。对，那如果你是因为甜食吃太多，那种蛋糕面食吃的比较多，还有酒精喝的比较多的人，他的三酸甘油脂会比较高。很多病人的饮食要缺乏要少油脂，这个很难，你去外面吃不太可能。可是这种所谓跟甜点类、跟酒类、跟这种糖分，你只要一减少，我跟你讲实在的，你其实病人一看就知道。所以说病人如果前一天去吃那种很好吃的下午茶，我告诉你，他隔天起来8:30来抽了血，静置15分钟，上面那一层的油就是最典型的三酸甘油脂高的那一层油。真的就是真的，就知道他的这一次的三酸甘油脂可能300一定超过，不小心就到500。肾丝球过滤率到45分以下之后，你就要开始限钾离子，尤其是番茄是钾离子很高的，它把它打成汁之后，它吸收非常快速。那我一验，它的那个钾离子已经到6.9了，而且出现那个心率不整。茄红素对瘦身的肥大很有帮助。中午跟晚上多吃番茄，其他的状况有慢慢改善。那问一下这个杨医师，血糖过高不只影响心血管的健康，也会影响到肠胃。大家的对血糖控制跑的概念就是，会眼睛雾啊，会肾不好啊。但其实，在肠胃科血糖控制不好也会影响到。
会有一个病患，他是一个60岁的伯伯，那他来的时候他就说，奇怪，为什么早上吃的东西到晚上感觉还在肚子里面，那他太太就会说，他常常会一直嗝气，而且那嗝出来味道都超臭的。那我就后来帮他安排一个胃镜，胃镜坐下去看，哇，满满的食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般在做胃镜之前要空腹8个小时，那我们就会怀疑说，伯伯是不是早上忘了把东西吃下去了。他说没有啊，我5点多就把晚餐吃完了，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吃东西啊。这就很奇怪，为什么会整个东西都完全没消化掉？很久之前有医生曾经帮他诊断说他有糖尿病了，但是糖尿病这东西不痛不痒，所以他大概也就忘记了。后来我帮他检查，哇，不得了，那个糖化血色素是13，我这个控制非常非常差才会这么高，这叫没有控制，就是完全没控制啊，至少要到7以下6左右。那他后来啊，这个病人，我就请他去糖尿病科，把这个地方好好控制。因为一般我们的食物在胃里面，它要往下走大概3到4个小时啊。那糖尿病有所谓的大血管跟小血管的疾病，那它对胃的这个血管神经如果控制不好的时候，它也是会伤害，它会让整个胃的蠕动变慢，所以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叫所谓的胃清瘫，这个东西吃下去又都在胃里面都不动。那这种状况其实它会衍生很多的问题，因为你的胃里面在食物摆太久，有时候它会造成容易胃发炎，有时候也会让胃食道逆流增加，那接下来我们阿芳老师也要分享健康番茄好料理，今天要分享的是番茄炖牛腩。对，今年便宜哦，所以鼓励大家另外换一种方式，把牛肉来炖的话，以前我们可能妈妈炖牛肉就是里面配一颗番茄，然后来做提味，但是我今天改变了思考，我把番茄切得很大，等会呢吃牛肉前每个人先吃一颗番茄，那这样子就营养很均衡。这个是大的牛番茄，对，那也是刚好看到我们今天前面哈，如果妈妈做菜的话，大概会用到的番茄有2种，一种就是这个欧奇亚番茄，一种是这个颜色比较偏红、比较扁一点的。那它两者差异在哪里？这个黑市番茄比较原生台湾的那个土种，它比较酸，然后会有涩味，然后做菜比如说你拿来番茄炒蛋，它颜色没那么漂亮，但是你会觉得它的滋味特别好，然后这个是一般意大利番茄他们做什么红酱，那它的酸度没有那么高，还有它的肉质比较绵软，也糊化会糊糊，那所以妈妈要熬酱的话，可能就用它。你先认识它，那你做菜的时候你就很好选，好。那另外呢，小番茄系列，现在我们妈妈买小番茄大概5花8门呐、那你就看你喜欢的。谭老师挑不甜的，我家如果不甜的来，就放在那边就会滞销很久。对，所以每个家庭就自己稍微的选择。那如果遇到不甜的，基本上我就把它凉拌。赶快吃一吃，对，好，那我今天呢来煮这个红烧牛肉哈，我觉得它很棒的是它可以在家庭里面，很实用。对，你把牛肉的基底炖好，然后到时候你要放什么，像现在冬令到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时蔬，你都可以搭配。好，那所以我们先来放一点点的油，然后我的牛肉呢，有稍微的去把它切好穿烫洗干净。那我们阿芳老师现在哦，锅子里头爆香的是洋葱跟姜片。对，那洋葱也是哦，非常跟牛肉百搭的，很搭哈。那穿烫过牛腩这个时候要入锅炒。对，好。那以前如果妈妈用番茄炖牛肉的话，那个番茄可能一颗就是在刚刚我们炒洋葱下牛肉之前，对，稍微去提一下这样子。可是它因为会有番茄的籽啊这一类的，它煮起来的质感哈就会看柔，比较没有那么视觉没有那么漂亮哈。好，然后呢，我今天足足放的有这1斤半的这个牛腩块，然后我们把它放进来，稍微的炒一下过一下调味酱哈。1斤半的牛肉哦，蛮多的分量。我放到了3汤匙到4汤匙的酱油膏，好，看你家里面酱油膏的这个咸味。对，好，这个是很简单的版本，欢迎大家跟着学。对，然后爱吃辣的朋友可以用辣豆瓣酱，那我没有，我就让它原味，因为孩子可以吃，所以我们就用那个原味的豆瓣酱哈，就是黑豆瓣酱这样子，3汤匙左右的分量。
所以就跟酱油膏的分量差不多。对，那要先让它炒入味跟要，然后因为锅子的温度是够的，所以其实我现在在炒的过程，对，我的火是关掉了，然后炒到它那个温度，可以下来。因为那个酱油膏跟豆瓣酱的酱香就很香，遇到肉遇到热哦，对，现在就超香。对，然后再来，我们要重新开火前，我就下了这半碗的米酒。好，所以其实食材很简单，很简单啊，洋葱、姜片，然后酱油膏跟豆瓣酱，酱香炒出来之后再下米酒。对，好，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看就是香料的部分哈。每个人卤味卤牛肉，你可以用很复杂，也可以用很简单。那我今天是让它趋于简单化。这是我们在煮肉类里面会用的月桂叶。好，洗干净了。然后一点点的桂皮，也是少量，就只有这样。然后呢，两颗到三颗的八角，然后再来这个像铁钉一样的，这个叫丁香。丁香。好，这就这几味而已，不用也。其实桂皮、八角两味，加个月桂叶，其实也可以。对，也可以的。没有丁香也可以。没有关系，对。而且这个都是香料区买得到的。都可以，对。好，然后现在再来加水是一个技巧。红烧牛肉最怕的就是妈妈一开始就把水下多了，下多了你的牛肉味道就卤不进去，它就是清汤寡水。好，所以一开始不要下太多。对，你可以看到我就只要怎样把它，你要让它酱汁一开始是浓郁的，对，然后所有的肉块可以吃进去味道，对，卤的时候它可以吃进去味道。好，然后我通常会借由这个时候，对，像你喜欢你可以卤白萝卜，好啊，白萝卜会更出水，你的水相对又更少一点。那我今天卤红萝卜，就铺放在这上面。那它一开始第一阶段就有点半蒸熟的，对，就是用蒸卤，然后溢上来的汤汁就被它吸着吸着，这样它自然就会绵软，会入味，而且才不会所有的咸度都被萝卜吃掉。萝卜，对，萝卜就顶在这上面，是不泡在那个汤水里面的。好，然后就这样盖起来煮到滚，妈妈就可以把它整个的炉火转到小文火。所谓小文火就是你的瓦斯炉火的火口圈，通通都有火苗，可是那个火苗小到是不会碰到锅屁股的，然后就这样子小火炉它50分钟，你就可以把它关掉了。对，关掉就让它静置泡在那里面，它就会热胀冷缩，整个的味道就会出来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我们说在家里面你可以炖牛腩很基础的方法。那平常而且那个就是原味。原味啊，可以收保鲜盒，还没。然后呢，以前就妈妈可能一颗番茄嘛，可是我们今天呢，你要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啊，今天人多或要请客，那你可以把它整锅，我们可以重新，就像这样子起来。开锅好感人哦。它就一锅，然后那个开锅我可以来偷吃，你帮我吃牛肉或者是吃一块红萝卜，红萝卜都是可以的。所以红萝卜刚刚放上面真的很聪明，很重要，而且它才不会吃得太咸的味道。对，然后再来，现在放上面，妈妈就再来聪明一次，开始就把红萝卜打出来。我们说牛肉卤出来，我们最伤脑筋的就是它有过度的那个油脂。好，然后妈妈你就那个红萝卜出来了，你就把番茄切成像这样横切，好，然后吸油，对，你现在这个切法很像意大利烤番茄，对，然后刚好是番茄它需要有油脂的带动营养成分的吸收，然后一样这样子做，番茄也不会糊掉，不会烂掉。然后呢，再盖起来炖5分钟。所以萝卜要久一点才入味，对，它要吸味道。对，它只要5分钟，它就熟了，我们就可以切着吃啊。萝卜好好吃啊！那等会我们全部通通都回锅进去的话，就什么都好吃。所以等会你可以看到有红的番茄，我有橘红色的萝卜，然后等会我们还再配一点时令的芹菜，它就营养很均衡。那这个等会就这样一卤，等会就可以搞定。那我们现在利用这个时间呢，我就说买到甜的不甜的，妈妈你就是要懂得，这就是夹带，就是通通把它处理掉，妈妈你才会不会浪费到你的伙食费。那在家里面番茄这个季节有时候买一盒，你吃的速度跟不上，
有时候放在冰箱，它其实新鲜度就会折损。那我就觉得你妈妈，你可以把它切半。那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凉拌菜。那我用的是家里面可能都可以常备的这个，很多人都有腌制的这个紫苏梅。就是梅汁跟梅肉都可以下去。对，对，那本身番茄就已经有味道了。那我这个就是只是提味，好，好，然后放一点点的蜂蜜。哦，酸酸甜甜这样。对。哎呀，你帮梅汁也找到新出路。对，就是妈妈可以在家里面。不然有些人家里头梅汁除了泡梅子汁也不会变化，对不对？对。对，好。所以其实梅汁很适合拌某些小菜，对，然后就这样子梅汁，然后本身番茄的酸涩味它就会带给你有咸的那个感觉，所以就不用再放那个盐巴哦。好，好，然后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放进来。所以你的酱汁调了蜂蜜跟梅汁，就要让它的基底是酸甜风味。对，只不过我们会容易忽视的就是大家妈妈做凉拌菜啊，你会想说阿朵阿内拉拉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说某一些蔬菜水果，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需要脂肪来带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妈妈就借由家里面的这个冷压的橄榄油，一点点哈，一汤匙，好，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番茄像这样把它拌好，放在你的冰箱保鲜盒，它随着慢慢时间它会更入味，可是当我们要开饭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再多做一点变化，像我今天就把漂过水的洋葱丝把它放进来。通常多久时间入味？很快，立刻拌，你现在就立刻吃，就很像我们去吃那个番茄切盘这样就有味道了。然后我会拿一个盘子，咸味在哪里？我今天把咸味记在这个黄瓜，小黄瓜。黄瓜怎么做咸味？只有切片，然后用一点盐去去生，然后就等于是咸味在这里。哦，所以这就是腌制的小黄瓜、咸黄瓜。对。然后你就等于搭配着水把它拧干而已。对，有咸的小黄瓜配着酸酸甜甜的番茄。对。那这一个小菜就有多重的滋味。而且你等会放看我放上去之后啊，你就觉得它的样型啊很美，对，很美，就基础。可是妈妈却可以很容易就做到，然后家里的饭菜就会变得很缤纷。哎呦。这个在搭牛腩上算很厉害，对不对？对啊，就因为牛肉比较油腻嘛，对，那这个小菜其实就补充了很多膳食纤维。对，然后就很巧妙的把我们现在小番茄多样性不同的质感，妈妈也可以借由这个时候，家人就可以品尝看看。那你看看这就很漂亮，很漂亮的开胃菜。好，然后现在我们的番茄，哇，现在就可以一头了哈。然后我现在放上另外一个之后，我就在煮芹菜的同时，我要把番茄翻面。哦，这番茄现在看起来还好，好漂亮哦，很漂亮，而且很大气。对，好，然后是那种妈妈可以让家人，对，我懂，吃很多番茄，而且你看是热的上哦，这个一口牛肉一口番茄，对，所以两面都让它入味，对，要让它吸煮一下，太咸了，对，然后现在它卤了之后。他又把那个番茄的那个很自然的那个果酸味道贡献给你的牛肉，你的肉类就会觉得更甜。好，然后这样再盖起来一分钟，下面这个再卤一下。好，那我们就来上菜哦。阿芳老师这道料理叫大而满足，什么？他所有食材都切得很大块，他的牛腩非常大块，大块非常入味，他的萝卜非常大块。它的那个番茄非常大块，你知道食材一大块的咬下去那个食材的味道整个溢满你的嘴巴，哇，那整个那加上它用那个丁香、肉桂这些调味真的非常非常好吃，真的大家要学习。那另外它的另外一道那个叫梅汁的那个番茄那我觉得阿芳老师其实这一道就有它的精髓，其实里面的那个梅汁那个便当那番茄非常好吃，而且它多加了洋葱所以它是一个新的那个有洋葱有梅汁的味道，真的非常好吃。我觉得这道料理这大家真的要好好学。番茄它好处好多，我刚刚讲可以预防癌症，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但是有一个族群吃要特别小心，每次我要讲就是我们肾脏病病患我有一个慢性肾脏病，他肾功能剩20分了，他平常就在我门诊追踪，他是糖尿病造成肾病变。大家知道糖尿病最怕的就是眼睛会视力越来越衰退，那他的确视力也越来越衰退。那视力衰退他去看眼科医师，那眼科医师跟他讲，其实他们大家都在讲补什么叶黄素，可是后来发现补茄红素效果也不错就是说茄黄素的效果保护眼睛不亚于那个叶黄素那他女
女儿就非常孝顺，她每天早上就给妈妈喝那个番茄汁，喝了一个比较，其实真的有改善哦，她的视力真的有改善，那个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一些白内障都有改善。可是哈、哦，喝到第二个礼拜哈、哦，她觉得不大对，她妈妈觉得说开始觉得一些心悸啊，冒冷汗。嗯，那她以为她女儿带她来找我说，她会不会吃到那些含有农药啊或者什么不好的番茄哈、哦？那我刚刚说是我听她这样每天打一杯番茄汁，而且已经打了两个礼拜，我觉得，是我不对，因为我胃教没有胃教好。那个其实，果汁哈，尤其是番茄是钾离子很高的，它把它打成汁之后，那个钾离子哈，钾离子在细胞里面，它把它打成汁之后，它吸收非常快速。那我一验，它的那个钾离子已经到6.9了，而且出现那个心律不整，所以后来我没有让它回去，要转到那个急诊室打了一个降钾的一个排钾的针剂跟灌肠。灌完之后降到5点多才让他回去，所以任何肾脏病病患尤其是肾失球过滤率已经到45分以下之后，你就要开始限钾离子哈。那限钾离子，我们一般人一天可以吃到4公克的钾离子，那现在只能吃到2公克的钾离子，务必要开始限钾。那番茄就是一个含高钾的一个水果，那不要，尤其是不要给它打成汁，打成汁，这偶尔吃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能每天吃，就会造成高血钾的问题。那如果没有肾脏疾病的话，番茄汁事实上更年期是可以食用的。像更年期，我们临床上很常看到，就是会有心悸、潮热、盗汗这种比较燥热的症状，或者是有些女性她开始会有血压高的心血管的疾病出现，甚至是高血脂的症状。那我们刚刚一直讲到说，番茄它对于心血管系统是很好的，另外说。就是更年期妇女容易会有阴虚火旺的体质啊，那因为番茄它本身也是属于性寒的嘛，所以我会建议说大家可以把番茄当成水果去吃，然后这样可以改善你阴虚火旺的体质。那另外我会，当然番茄是非常好的一个水果、一个食材，但是我会提醒说有些人民中可能会有一个眩晕的情况、那我就会提醒大家说，如果你有眩晕而且反复发生，你可能先去耳鼻喉科做一下检查、看你是属于哪一种型的眩晕症。像我有一个30岁的女性好了，她从青春期的时候就一直会有头痛的症状，尤其是生理期的前、生理期之前。那她一直到30岁的时候，那一阵子开始就是流行喝那个番茄汁，她就跟着家人这样子一直喝，大概一个礼拜的时候，她就开始眩晕，就开始呕吐。然后他去耳鼻喉科做检查之后呢，医生跟他说他是属于基底动脉性的偏头痛。那他因为喝了番茄汁之后呢，它里面有一个含有太氨酸的这种物质，它造成他的那个血管收缩，那收缩之后影响他内耳的一个血液循环，然后引起他开始有眩晕的症状。对，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是说，如果说像是番茄或者是柳橙、巧克力，然后乳酪跟红酒这一类的食物，它是含有太氨酸。那你有眩晕的时候，你可以先去耳鼻喉科做出检查，看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那如果是我刚刚讲的属于血管型的话，你就要避开这一类的食物。问一下王医师，对于男生来讲吃番茄也可以改善跟保养射护腺。补充一下，其实刚才其实中医师李医师提到另外一种病人，他有偏头痛的病人，基本上偏头痛病人也不能吃刚才我们讲的这几类食物，乳酪、起司、巧克力、柑橘、草莓，这种也会引起血管收缩，因为这些东西的话，那你血管一收缩，有些人就会偏头痛，就会末梢循环不良。那刚才主持人问到说那种射护腺的问题，我最近遇到一个病人他50多岁的男生，他开始有状况，这个病人很有概念，他就去泌尿科做检查，检查之后他发现他的射护腺已经有比一般20公克来的大，但是他晚上排尿要2-3次，可是这个病人他没有其他一些生理状况，那既然有这种困扰，那个泌尿科医生就开药给他吃，就一吃之后呢，他血压就开始下降，血压下降之后本来不晕，就开始血压下降会晕，本来晚上起来2-3次，半起来一次之后，他其实起来会晕，会怕会跌倒，他就来找我做咨询。我说，那其实你的这个状况，其实说的药物对你来说反应过大，其实你的状况还算轻微，你可以先不用吃药。那不吃药问题怎么解决？那我们从两个方面，第一个跟他讲，晚餐的汤汤水水喝少一点，睡觉之前尽量能够排2次尿，把这个尿先排光，要看你晚上起来的状况。那如果这样可能还是会起来1到2次的话，就告诉你，我就跟他讲说，最近我看了一篇报道，台湾那个台大医院，他们做茄红素的研究，发现茄红素对受限的肥大很有帮助。这几年来，他说这5年的研究，这个基本上已经算是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成效。所以我就跟这个病人讲说，那这样好了，就开始麻烦你老婆每天中午晚上帮你准备一些番茄让你吃。他开始吃之后，他其实他吃完之后，晚上的水量减少，中午跟晚上多吃番茄，其实他其实状况有慢慢改善。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基本上以台大研究来说，其实对男人都是一个福音所以他以后可能这个东西可以上什么一个药品，可以来改善我们初期的射护腺肥大。那再请教一下杨医师番茄另外一个好处是膳食纤维很丰富。那对现代人来讲，是这个吸收跟摄取膳食纤维非常好的来源之一。番茄其实它
纤维非常多，我们讲肠道健康纤维非常非常重要。那有一个30多岁的病人朋友，他来的时候，他那时候是从急诊入院，他是主诉说 他肚子痛，右下腹痛，所以那时候原本以为他是盲肠炎，所以我们后来帮他做那个电脑断层下去看之后，发现他那个东西叫做大肠憩室，这个可能大家或许有听到这个病，前一阵子有个名人有得到，对，这个大肠憩室。那大肠憩室我就问这个朋友，他就说他平常对平常无肉不欢，你要他吃个菜好像要他命一样。那我们知道他在发作的时候，大肠憩室炎在发作的时候是要采所谓的低渣饮食，不能有纤维，因为纤维会刺激大肠在发炎。但是等他好了之后，一定要使用高纤维做平常的预防。那他出院之后，我跟他交代，千交代万交代，你一定要多吃一点纤维。后来等他都好了之后，我帮他做一个大肠镜进去看，哇，不得了，整个肠子密密麻麻，坑坑洞洞，就是像一个一个的带状的东西。那这个大肠其实它就是像我们的大肠的墙壁，我们平常大肠它需要纤维去刺激它，造成它蠕动，当它纤维过少的时候，它的大肠墙壁会退化，会像一个袋子一样掉出去。那平常粪便会经过，有时候会掉进去，但是会自己跑出来。那当它运气不好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掉进去就卡住了，它就开始发炎，这是所谓的大肠憩室炎。那唯一一个可以预防有效的方式就是高纤维，很重要。那节目最后，洪医师也给观众朋友一个健康小叮咛。番茄一生都是宝，但里面最重要一个元素叫做茄红素。但是要怎么样吃到最多的茄红素？茄红素可以提醒大家，在加油添醋再加热。其实有人做过研究，把番茄做成番茄炒蛋，跟生吃番茄，番茄炒蛋它吃到的茄红素竟然是一般生吃番茄的7倍。因为茄红素是油溶性的，你再给它加油添醋再加热之后，把它的细胞壁又破坏，可以把大量的茄红素给溶解出来。那其实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建议一天可以吃到100公克的那个番茄，那大概就可以吃到5到7公克的那个茄红素。这是提醒大家。好，谢谢洪医师的叮咛，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也都会po在年代MUSH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还有 LINE 的官方账号的主页。欢迎观众朋友扫描我们的 QR Code 加入我们的 LINE 账号。那健康好生活，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拜拜，谢谢。